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是没关系，但是门也开不了了，牙将作为礼物留在里面。这个、怎么办吧，牙你们留着也没有用，还是还给我吧。因为也许还会有其他的也是戴假牙的朋友进来，他就有用了呀。这个要咬牙印的，他应该不合适。我们可以开门让他去拿牙吗？我刚才看踢到这边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我哎，我看到了，在那儿，在你身后呢，我都看到了，在你身后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哦，这儿了，这儿了。这个要是把我关里，我就不走了。来，我们恭喜他找回了自己的牙。他是一个勇敢的男人。好了，谢谢。虽然什么都没拿走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，而且呢，就是弟弟这种朴实啊，然后呢这种可爱，然后很敦厚的性格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再次感谢你们到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头一哥，安慰奖，抱一下。好嘞，好，哥要来，好好来。哦，好嘞，行，那就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太凶猛了。